警方破门攻坚，屋内好几名男子被便衣刑警团团包围，想逃也逃不了。趴着，好，手都放在背后，手背后背，背后背，好，等等，滚过去呀！一个一个双蹲。 院警大声喝斥，所有人都不敢动。事件发生在花莲一栋社区大楼内附近，住户日前向派出所报案，表示大楼经常传出恶臭，加上出入复杂，怀疑社区内有人吸毒。大家的东西都带走哦。警方果真在其中三名嫌犯身上搜出大麻和 K 他命，为了规避查缉，嫌犯利用这栋大楼掩盖，且这里还是天道盟太阳会花莲分会堂口，查获了二级毒品大麻、三级毒品 K 他命，那前安讯后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罪嫌来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3.5公斤的安非他命隐藏在蛋白粉里，一罐又一罐。犯的阳性保全受贩毒集团利诱，代收不明包裹，最后沦为共犯。警方呼吁运输第二级毒品，可处至少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提醒民众千万别以身试法。记者黄怡君、陈嘉伦，花莲采访报道。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、代谢不平衡、皮肤状况变差。旺旺推出的梦梦水就是要解决大家烦恼的好帮手，白桃风味酸甜好喝。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 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。